番路乡的牛新区种植面积是将近400公顷，年产量超过6000公吨，产量是有全台之冠。伊有企业故乡的美声，伊企业嘛成为番路乡上有代表性的风土物产。伊今年因为有凯米风台的侵袭，所以造成企业的产量下降，计数嘛来进行调整。8万斤左右啦。啊，我今年农会我是较保守，我甲报5万。啊，但我是因为减少一两万斤啊掉的啦，因为每一地，因为我拢将有小五地起啊园，啊五地起啊园，因为开花的情形无同款，啊风台拍的情形嘛无同款，有诶较闪风的所在未拍着，吼、啊卫生较未闪风的才拍个怀基砖，对，啊拍着就变次级品了，哎，如果以这个五分地的话，至少采的话应该是35000斤以上了，目前像这种雕果率。哦，这种雕果率安尼，像这丛安尼起来只要500斤，你问我东西南北哦，这个一万起来，这个价值，哦，真正这是卡30斤，会真正办咧15价值以上，要办未了。计数应该比去年有较悬一丝啦，比去年较悬一丝啦，因为只要2700块，啊，即款跳到只要32至35即旁。番路乡农会理事长庄正基就表示，虽然有风台的关系影响到企业的产量，但是这也不影响到企业的品质，所以现在秋天的到来，企业也开始红了，欢迎大家来番路乡购买上到时的企业产品。最新新闻整理，番路乡蔡宏报道。